Number five, CJ Chris Johnson， 强森、佩登、强森、蔡文成、周桂宇搭配简廷照。对，因为方面秒钟，强森要处理掉了。阿吉已经打他好几个三分球了，终于算是换我了。对，当然如果利用他这个梦想家的外线有打开 ，low post， 强森一个飞的位单脚起跳。勇士的优势在禁区是蛮明显的。三分线外，强森的出手，哦，超前比分了。这是强森难得好面框，都拉开来啊。大兵，桂宇，这回没有犹豫了。强森哇，拉回来投三分，哦，非常有自信。对，现在刚强森。其实耍了一下哈，很多部分，尤其上半场就已经让对手拿了三个进攻篮板。下去进场是老吴，强森切入到禁区，闪过防守球员两分拿。这强森今天能里能外啊，所以在外围对方在界内，蔡文成空中接力给反手扣的强森。万一这样下去可能。富邦有时候会同时看两个，受到一些压力哈。这个 energy 是富邦所需要的。野兽，哇，好球！之后给强森，哇哦！他好像是前一次他的这个伤势是跟大臂有些关系的，这应该是一个缺陷的。直播，对方放他头，终于，哇哦！包准备要上来了。文成直接掉进去的强森。我，但你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哦。特别现在强森，如果说力气真的不太够，你可能野兽这个回马枪又给到强森，再被犯规。来看一下刚才切底线，当然大家还是对智杰会有所忌惮啊，所以把可能留三分钟左右已经是比较好的跑量了。因为南湖双枪在场上被包夹，被包夹。强森的三分线出手，哇！好，先看强森这一球，大逼当然也不敢出分了。强森也是长驱直入，有五。终于让周桂宇拿到，要直接挑战篮筐，就是活动了。强森在黑道之后投进了三分球，超前比。